们仪仗方队是护卫着八一军旗，引领着地面方队第一个然后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次阅兵作为我们仪仗队来说与以往的阅兵相比也有然后一些的不同之处。以往阅兵的规模，我们上场的人数是156人，那么今年我们担负方队阅兵任务的人员上场人数是207人，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一个地方。我们这里边呢应该说是95%然后都是第一次参加阅兵，我的压力是非常大，因为第一次参加阅兵那就预示着他们执行任务的经验比较少，他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存在一个发挥然后不稳定的一个情况。在昨天合练过程当中，整个大屏幕出现我们整个方队的队形的时候，斜线就从我们最后这三路这个地方开始断开。你们在平时然后合练过程当中对不对，你们这三路的话也是状态上不稳定，始终是处在一个调整的之中，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你们这三路尤其要注意发挥不稳定对我们整个队动作水平影响是非常大。那么这一点是我比较担心的，我们就要求把每一次合练都当成正式任务来对待，把每一次预演都按照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标准来执行。今年的阅兵这个为抗战胜利为主持的阅兵作为我们这一代的革命军人，我们要很好的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学习他们那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精神，尤其在战场上所体现出来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是值得我们当代革命军人学习。所以说在现在阅兵工作虽然很累，但是作为我来说，尤其想一想老前辈的时候，我这点付出不算什么，也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这次阅兵我们仪仗方队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旗手军旗组是重新产生的。我们军旗组是由军旗手和海军护旗手、空军护旗手三人组成了军旗组。那么在阅兵，我们是走在最前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达到分毫不差、分秒不差，带领着三军仪仗护旗方队，引领着所有徒步方队准时、按时通过天安门，这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在仪仗方队担任军旗组军旗手的是三军仪仗队一中队中队长张宏杰，他1980年出生在潍坊市临朐县的一个小镇上，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对军营产生了梦想，仪仗队军旗手更是成为他人生的偶像。就在我入伍前，对仪仗队的印象，那是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时候，我记得那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收看香港回归仪式。就在那场仪式中，我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军人那种高大威武的形象。我记得是有一名旗手手捧着五星红旗，两名护旗手护卫着我们的国旗，将五星红旗升起在了香港的上空。那时候在我的心里边，我已经把军人当成了自己的偶像。1999年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年仅19岁的张宏杰被选为仪仗队海军护旗手，参加了国庆50周年大阅兵。那一年他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个人3等功。99年11国庆阅兵当天现场直播，在电视镜头打到我的时候，就是给我电视镜头上面出现我的时候，
之前我父母不知道我是哪个位置，当他电视镜头一个敬礼，我是在最前面看到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我母亲当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没有语言，只有泪水，默默地流下他的泪水。这个情感呢，是在我第一次参加以后才知道。2002年，当兵四年的张同杰第一次探家休假。我第一次休假的时候是放寒假，因为四年了嘛，离开家，说实话不想家那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我在99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做梦都是在家里，那就是想家的事。所以说回家的时候没有跟家人说，打电话我谁都没说，我就直接就是买张票就回家。一下家门口，正好那下了很大的雪，雪很大，我就拖着皮箱往家里边走。那皮箱在那个胡同里边，就是响声，那个咕噜，那咕噜哈啦哈啦的响声。我母亲呢，正好在我们家那个过道门口那过道里边拿着那个簸箕拨那个麦子，然后她听着胡同里边什么声音，一露头一看，一大个拖着一皮箱，戴着军帽，一看自己儿子回来了，我母亲真的是手中的簸箕啊，真的是不由得就掉到了地上，麦子撒了地。哎呀，当时我就是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我都觉得心里边酸酸的。我记得一进屋的时候，那个拐角那有一个脸盆，那个盆子里边有些洗脸水，你知道农村那种洗完脸它都不是清澈的，都是浑的，我都一头插在盆里边去洗脸去了。我说我洗把脸，其实是哭去了，去流眼泪去了。洗完脸出来擦把脸，然后把我的皮箱打开，里边没有什么带给他们的礼品，只有我参加阅兵发的荣誉的勋章，发的纪念品，还有我参加澳门发的各式各样的纪念品。2009年，国庆60周年，张同杰第二次参加国庆大阅兵，并且依然作为海军副旗手走在方阵的最前列。2009年，我们领导说你再阅一次，还是站在海军副旗手的位置上。那个时候，我想的更多的是，我怎么能把握好这一次机会，通过自身的形象，充分展示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2015年5月9日，举世瞩目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在红场举行。这一次，张同杰作为一名旗手，走在解放军仪仗队方队的最前列、最中间的位置，高擎国旗亮相红场。之所以选我当旗手，一个是这个可能是考虑到我心理素质，因为有两次大阅兵的经历，心理素质会更好一些，啊，这个也可以带带新人，就像两个胡启明，这都是我下边的分队长了，啊，所以说用我这种经验来带动他们。两位护旗兵没有国内阅兵经验，张宏杰手把手悉心传授。训练前装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知道吧？天龙，我想啊。你们两个听着啊，这个作为军旗组里边最重要的，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充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仪式这个杆一定要把它上结实，好吗？这个把旗一定要检查的仔细一些，不能出现那种差错。啊，一定要上结实，一定要检查好。这个绳子一定要拴紧，知道吗？才能保证任务不忘于一身。是啊，走，箱子把箱子放下，走，好，走吧。我想敬礼，阅兵式敬礼，站立。还是两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孙国祥，你再小一点，天龙，你再大一点，哎。孙国祥，好，耳朵再稍微来，两个人把手腕都伸直，伸直，哎，这小细节，
来，张天龙，把眼神再睁开点。不是瞪，不是瞪眼，是你要从你个通过你的眼神透露出什么情怀来，这很关键。我们是这一次是首次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阅兵形式。哎，想一想前辈，是吧？再想想你是新时期的革命军人，我们向我们的前辈、英雄先烈学什么？用什么样的眼神来把表达我们的崇敬、敬佩之情，带入点情感，你的眼神里边就活了。哎，好，非常好，两个人，哎呀，他就这意思，就这意思，想一想，琢磨琢磨，对，就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多少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用自己生命换回来的，你投入什么情感？越简单的动作，越难表达他的情感。阅兵式开始，站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想多了，完全看到你们两个刚才听我讲听进去了。刚才郭翔你抓枪一下抓，劲儿用大了，是，你就特别想大了还不行，容易失误。是，那个天龙呢，还是你的眼神里边没有透露出那种感觉来啊！你再试试啊！来准备，敬礼，阅兵开始，站立。哎，孙国祥现在眼神非常好。哎，天龙，你刚才就差这么一丁点，你是不是刚才又把眼睛睁了睁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好啊，都当过干部了，肯定是执行过多少任务了。99年那是我第一次任务，我跟你们说，我都紧张的啊，头皮都打哆嗦。天龙，咱们平时你往那一站特别好，咱们合练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操场上训练的时候、啊、特别好。上一次天安门你就有点哆嗦，是不是吧？没感觉到。你肯定没感觉到，为什么？你这胳膊肘碰着我，这我说你哆嗦啥呢？我就觉得你好像是不是紧张的啊？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调试好。是啊，好吧。你夹住！对，这是，你往这里。对。哎，啥？你别过来！别过来！就是让你们俩分开点嘛，这才有感觉。正步走！哎。这腿有点意思啊，但是张天龙右腿还不行，右腿慢，右腿慢，立定，好，向后追，不沉，踏步，找，我感觉你天龙你突出的，前进，找整齐的感觉，脚跟翻起来。对，正步走，步音听步音，听步音，三个人砸的是不是一个音？是不是齐的？眼的油光里边有整齐，上体的整齐。压着压，立定！哎呀，哎，脚尖大，你干啥？脚尖大，因为咱们三个要真正的配合到一起的时候，三个人抓到一块去，是不一定很实，越走越舒服。哎，不能，你把气一泄了。整个动作你就松了，尤其是过程中我喘气，我影响你们俩，是吧？我也在过程中累得够呛，影响你们俩的情绪啊。你在喘气我担心你呢啊，你在那是吧？憋住，匀速，用喘气都是非常匀速，完完全全想着自己的动作，想着自己的精神状态啊。找啊，找，头脱了，
找，努力啊！如果下一次2019年还有月，你们两个可能就其中的一个不知道谁就能扛上这面旗，啊，也可能扛不上，就是你们俩努力。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想回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这一次不光是执行任务，为什么？你看，我回去在班里，我都看看那个抗日战争的书，学学以前参加过抗战的那些故事。我心里边悠然的啊，由衷的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啊。通过我们的精神状态，通过我们的自身动作，通过我们表达出来的情感，对那段历史要深深的铭记，对那些革命先烈表达我们的敬意。你就汗水不会白流，是吧？你就有一定有一点情感在里边。回去好好慢慢的教育战士也这样啊。看看那个张红杰呢？张主任在医务室呢。医务室哪？对，医务室这边。跟着。你怎么在这按摩呢？这会儿？这个，膝盖有点。在红场的时候，他那个红场那个场地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在我正式阅兵那一天呢，我拐过弯了以后，在列宁墓前准备提正步的时候，他们之前有一个骑兵方队先过去了，然后我面前有一堆马粪，比较湿滑。我们要求有一步75，我正好绕不过去了，右脚就一脚给踩上了，正好那个马粪下边可能是一个坑，没想到，然后就抻了一下，前交叉韧带有点撕裂，啊，有点，稍微有点，之前肌肉还有点萎缩，啊。学英雄，做英雄。腿部有伤痛的张宏杰，尽管已经是一位有着成功经验的棋手了，但是他却丝毫不敢有放松和懈怠。他开始自我加压，要举起超过军旗5倍重量的钢管，锻炼自己的耐力和韧劲儿。那个回来的时候，从南侧到北头啊，走了1000多米，有点费劲，不行，那力量还欠缺。要最后打了很从容的，南北1000多、2000米走的都不带变形的，那还对得起军旗，尤其在这种日子，所以说最后的时候再更加努力。罗望平，就是往后往左边接球。我得换这个，受了，手有点发抖。看你刚才那一动，走到半道有点坚持不了，放下了。太难受了，抓不住他。看来还得练了，好久没拿他练了，红场前拿他练过。
他那走了大概有多少米啊？得有100多米吧。我要把他打到200米。右盘来了吗？哎呀，这个汗滴的，里边的衣服也都湿了呀。嗯、对，这都太正常了吧。穿这个旗子了，对，举不动营养战士情绪。什么自己练的时候举举，把力量，哎呦，把力量练练，啊，是吧？这太轻了，太轻了哈。哎呀，作为一名棋手。张宏杰说，他擎起的是责任，走出的是使命，他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走出军人的风采。我这次阅兵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完成任务是国家的使命，是军队的责任，也是我自己的梦想。我还有一个另一个小任务，就是我想把我这18年当兵来执行任务的感受讲给他们，就是教给他们。搬运旗子了？对，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明天啊，我们是最后一次天安门，那个叫预演，这个最后一次，我们在走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旗杆再亲自检查一遍，把这旗啊再运一遍，把它运得展展的，因为我觉得啊，这面旗你高就这个，这面旗啊，这面旗呢是。荣誉的旗帜，这面旗呢更是光荣的旗帜，更是胜利的旗帜。我觉得在我们三个手里边，我们让它在我们手里举得更高、更稳，让这面旗帜飘得更展、更鲜艳。所以说，我们把这些先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准备细致，这也是表达了我们对这面旗的一种情怀。毕竟他是真的是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用鲜血染红的旗帜，在我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让他表达我们新时期对革命军人对旗帜的一种崇敬，也是对先烈的一种崇敬之情。所以说，像这上面的一些小细节，包括天龙和那个谁，你们俩以后也是一定要每一次出发前都要把旗子亲自运一遍，这是功夫，更是情，更表达了一种情怀，好吗？来，是我国建国以来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为主题的阅兵，与以往的国庆阅兵不同，意义重大。在这次阅兵当中，我能够担任海军护旗手，我觉得无比的光荣，无比的自豪。海军护旗手孙国祥，山东蓬莱人，1989年出生，从小就怀揣着对军营的梦想。小时候就特别崇拜军人，我10岁的时候看到了99年的大阅兵，当时什么都不懂，不懂队列，不懂整不整齐，只是看到军人觉得特别的威武，特别的崇拜。我父亲18岁的时候曾经被仪仗队挑中，有机会成为一名仪仗兵，但是因为当时家庭担子比较重，所以他就没有当成仪仗兵，在他心中就一直有这样一个遗憾。等到我18岁的时候，因为我本身也很向往军人，想成为一个军人，同时呢又能圆父亲的一个梦，
所以我当时就想当兵。06年的时候，仪仗队到山东去招兵，我们那儿正好有仪仗兵，当时就特别兴奋，果断的报名，后来有幸被仪仗队选中，成为一名仪仗兵。200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国祥如愿成为了一名仪仗兵。来到军营，他为了使自己能够进步得快一些，每天都比别人多练几个小时，结果超负荷高强度的训练造成了他小腿疲劳性骨折。然而孙国祥正是凭着这份执着和努力，在新兵连脱颖而出，成为标杆，并在同年兵中首批编入仪仗队，执行仪仗司理任务。2008年，孙国祥考入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2009年，学院组织方队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孙国祥却和这次机会失之交臂。09年的时候，我在陆军学员方队担负教练员，当时因为身高原因，当时陆军学员方队最高的身高是1.84米，我当时的身高是1.88米，就没有办法自己走过天安门。当时就是想，哪怕我担负教练员，我训练的牌面能够走过天安门，我也感到特别满足。但是在临近进驻阅兵村的时候，我腿上的老伤复发了，就没有能够完成那次阅兵活动，所以说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遗憾。2013年，孙国祥参加了谁是终极英雄在三军仪仗队组织的专场比武竞技，获得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最佳个人封台奖。2015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盛大庆典，隆重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首次参加红场阅兵。孙国祥手持军刀，身着海军礼服，作为海军执行分队长参加了红场阅兵。几个月前，孙国祥凭着过硬的军事素质被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大阅兵的海军护旗手。从我们方队组建以来，我就看了大量的关于抗战的书籍和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清明时候，我们每天中午在饭堂里会播放重读抗战家书系列节目。里边的戴安澜、左权、赵一曼都让我特别受触动，就是他们在面对对家庭那种饱含深情和民族大义之间做选择的那种豪壮，让我特别受触动，特别感动。每次看这个栏目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掉眼泪，但是因为跟战士在一个饭堂吃饭，又怕战士看到，所以就经常偷偷抹一把。阅兵训练场上战旗飘扬，英雄的精神激荡在孙国祥的心中。孙国祥手握钢枪，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烈日下谁也不知道握枪的手天天都被汗水浸泡得起皱发白。走向训练场，孙国祥告诉我们，秉承先辈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要竖起新时代军人的好样子。海军护旗手站在旗手的右侧，在阅兵式过程当中是第一个接受习主席检阅的受阅战士，所以我觉得在受阅过程中，特别是在敬礼的过程中，一个摆头，一个握枪，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能体现出咱们当代军人的好样子，当代军人的精气神。为了练眼神，我反复观看了99年阅兵、09年阅兵当时的海军护旗手，也就是我们现在旗手张宏杰同志的眼神，他的眼神就很坚定又充满希望。特别是在学习了抗战精神以后，把对历史的这种铭记、对先烈的这种缅怀、对和平的这种真爱、对
未来的这种憧憬融入到眼神当中去。能够成为一名海军护旗手，参加阅兵式训练，对于孙国祥来说是目标，是挑战，更是使命。你是在练他的动作是吗？我练那个中队长这种表情啊动作啊，找他这种感觉，我就想把他当时这种感觉找一找，觉得他这种感觉特别坚定，特别精神，经常就对着这个就这幅画对着好多次找这种表情，然后自己对着镜子再去练，又看了再回去对着自己表情找差距。参加这次阅兵对于孙国祥来说，既是对自己意志的考验，更是对精气神的再一次淬炼。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作为仪仗队员，眼神更是意志与信念的集中体现。孙国祥深知自己身为海军护旗手这个特殊的位置，眼神的作用尤为重要。每天要练多少遍，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2009年、1999年，张宏杰都站在我的现在的这个位置上，他是我们的前辈，在操场上对我们言传身教。我觉得有他的指点，加上我们自己的这种刻苦训练，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阅兵式敬礼，敬礼。眼神，张天龙，你眼神没有孙国祥好。还是稍微欠缺一丁点。国山院的地上再来一遍啊，这个我啊，我准备阅兵式开始，站立。我给你们两个点评一下啊，是吧？好吧，孙国祥的眼神，你看张天龙，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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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看看你看他，看他的眼神很坚定，是是吧？你呢？正好他瞪得很大，你呢是眯着。喂，国祥。哎，你没出去转转呗？没有，写日记呢。你这每天都要写日记吗？对，每天都要写。写什么内容啊？因为能够参加抗战阅兵，是每一个士兵一生的荣光。在阅兵村的生活当中，为了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威武地走过天安门，我和我的战友们付出了太多的苦累，同时呢也有欢笑，所以说我想通过我的笔把这点点滴滴的美好记录下来。那你能把你写的给我们读一下吗？可以啊。阅兵倒计时13天，一天的阅兵生活又在忙碌中度过，苦累早已习惯，越临近93，心情越复杂，有渴望，渴望93早日到来，渴望护卫81军旗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检阅的荣光。今天是阅兵村中最后一次合练，昨晚我便把今天的合练当成了正式的任务，从饮食、服装的准备、作息时间以及心理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看你这脖子，我看晒成两截了都。对，胜利的 V 字形。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吗？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然后参加阅兵以后，像脖子这儿的 V 字形以及这个脸上的帽饰带的白色的痕迹，是我们仪仗兵的一种象征，特有的这种特征。量体重，你看你就胖了还瘦了？瘦了，基本上可能每个星期都要瘦个2-3斤。你给自己保持的体重是多少？170斤。保持得住吗？保持得住，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任务必须要以最完美的这种状态来通过天安门。我看刚才你腿上还有伤的，那伤是怎么来的呀？这个是训练的时候磨的。什么磨的？马靴啊，马靴捅的。
然后包括脚面，还有那个脚底，这儿，这是特别厚的一个脚垫，这是一个磨出来泡以后，上面又加了一层泡。你们的马靴很硬是吗？对，没事儿，这都是小伤。我强挺过料，下面咱们练一练阅兵式敬礼，挺过料，敬礼，摆头速度要快，抓枪要准啊，眼神一定要坚定啊，通过这个眼神啊，要看出很多内容来啊，要让咱们国人看了咱们这个眼神以后啊，感觉很自信啊，很放心，有这样一个坚定的军队很放心。同时啊，摆头啊，面部表情啊，要透露着这种胜利的喜悦在里边啊。咱们这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阅兵，往上拔一把啊。徒步方队，阅兵开始，集中精力，敬礼。在这次阅兵当中，孙国祥不仅担任护旗手。同时还担任排面的教练员。敬礼，听我练。竖腿二，看你活动非常好。二，重心不要后仰。二，眼的余光里要有标旗的景况。带着右臂肘撑开，正步行进，正蹬，眼睛余光要有标旗的警报，臂肘死死的顶住上一名，后腿挺直，哎，这感觉不错，头抬起来啊，脖颈硬死啊，把脖颈硬死，腰杆硬死，后腿硬死。三个点稳稳地往前走啊，每个同志要找到感觉，眼睛睁开，不要看地啊，不要看地，往前上方看，平时稍高，起步走，不要松，这个时候不要软，后腿没掉下来了。在这次阅兵活动中，我既担负区队长，又担负海军护旗手，同时也是第三排面的教练员，因为可能平时要负责组训，晚上回来呢，可能就要想明天的训练要怎么进行，总结今天训练中有哪些好的地方，哪些不足，明天怎么做。所以说，可能自己的训练可能就要用休息的时间来进行补差。因为海军护旗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拿出比一般队员更高的标准来完成。喂，妈。哎。最近也没给你打电话，最近太忙了。身体怎么样？那段你是好是坏吧？还是好是坏的？嗯？想帮我呗。啊，没事，我最近就是有点忙，我老也没往家里打电话，别生我气哈。看，那个体内瘦了吧？没瘦吧？嗯，没瘦，没瘦。啊。嗯。啊。黑了吧？嗯，还行吧。嗯。啊，别惦记我们啊。嗯，好嘞，嗯。好，好好工作去了哈。嗯，好嘞，嗯。好。挂了啊。盛大的阅兵前夕，孙国祥在精心准备，准备迎接那光荣的一刻。你这是准备明天兵的服装吗？对啊，这是准备明天正式任务就穿这套服装。这个是我们仪仗队的标志符号，这是我们这次九三阅兵的纪念章。每一个参加九三阅兵的受阅队员，包括咱们外国的方队，都会佩戴这样一个纪念章。在这个长城上面有一个1945到2015的一个标志，代表着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也是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中间是一个代表胜利的 V 字符号。这个纪念章的佩戴有明确的规定，你像干部的礼服的佩戴是纪念章的右下角与这个胸标的左角距离6毫米，所以说因为我们的任务准备要精确到毫米，保证整个队伍是整齐划一的，同时也是对这个胜利的一种尊重。那明天就要正式阅兵了，你现在有什么心情？现在的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能够护卫八一军旗通过天安门，是我当新兵时候就有的一个梦想。经过9年的努力，明天我就要实现这个梦想，护卫着八一军旗通过天安门，所以很激动，很幸福。同时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护卫的这面神圣的八一军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的生活，是70年前革命先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用生命换来的。作为一名军人，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世界和平，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相信通过孙国祥的艰苦付出和努力，一定会实现梦想，完成使命，再创辉煌。今年能够参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活动，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从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爷爷讲一些抗战的故事，我爷爷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那段历史啊有着深刻的回忆和记忆。张天龙怀着对军人的特殊情感，于2006年入伍，来到了三军仪仗队。近10年的时间里，他参加了国庆献花、墨西哥阅兵等重大仪仗司礼任务。在此次抗战胜利大阅兵中，他担任空军护旗手。在平时训练过程中，我们着重强调了眼神的训练。我自己体会到，在我们的眼神当中，主要体现出了3种的情感。第一种情感就是对死难烈士的一种缅怀的情感，第二种情感则是我们对抗日战争胜利喜悦的这种情感，第三种情感则是透露出我们中国军人的自信。张天龙除了完成自身训练任务外，还承担着组织指导排面训练的工作。现在我的精力基本上是40%在自己的这个队列动作上，有60%的精力在盘面的训练上。阅兵前夕，张天龙认真做着受阅前的准备。9月3日是一个光荣的时刻，是一个对胜利礼赞的时刻。人民军队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